上次我们介绍了个宫啊，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要跟诸位介绍星座。好，前面是天文，后面下堂课是地理。那第一堂课星座的时候，我们从介绍星座哈。诸位呢，我在讲的时候，诸位你不用看书上翻译的说什么什么哈，紫微星座什么什么这样的，先去不要去管它哦，听我们讲的。然后你听完三个月以后啊，你能够批了就已经很强了，批得很强了。这时候你再回头看看书，书是给你参考的，哦，你们不要一昧的去看书看书，就好像你们从小有的就读到大学毕业了，可能你念完出师表，你还不知道去念出师表干什么的，了解为了，所以书先把它舍开一边，哦，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斗数里面呢有四化，这个四化星呢是我们的主力星，所以要从四化星开始介绍。所谓四化星呢有科。好，权禄忌，这个科权禄忌啊，外面有很多派，有的要飞，好飞来飞去，每年都在那边科权禄都在哪颗星在画来画去，诸位不需要，我们教诸位排的方式排出来以后，就永远固定在那个宫上面不要动了。比如说戊己应同，有戊己化禄啊，好这个固定好，我们就不要动了。好，你不需要每年的时候科权禄在不同的位置，这个都不对的。好，我们每年的时候是流年在动，其实那些星都不动，流年在动而已。好，所以千万不要说外面有一种飞来飞去哈，啊，今年刻在那边，明年刻在那边，飞来飞去是不对，越弄越复杂。你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介绍科权禄忌的时候，都要小心，晓得呢，这个四颗星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性，心性最重要，心的性最重要。这个科呢，科本身啊。第一个他主的是科名，好科名，比如说我们在那参加考试，金榜题名，这是一个科。还有我们文章写得很好，文笔写得很好，也是科。还有呢，画画得很好，才艺出众，才艺超人，也是科。好，还有呢，我当老师也是科。那到底是哪一种？到时候我们整体的批的时候你会知道。我现在只是介绍科的意义而已。好，那这是这个科名。第二个，这个科呢，代表名气很大。啊，名气很大。为什么要代表名气很大？有的人呢，他的命宫出来，命宫里面就有科；有的人呢，到54到63到晚年才有科。他不是说54到63他会读书，不是，而是说他54到63的时候声名远播，他的声名远播呢，可能他每天做善事做好事，然后一天到晚报道他，或者50岁以后出了大事，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声名远播。好，那之前是默默无闻的。那有的人科呢是到了90岁100岁以后才有科，就代表说这个画家死了以后才有名的，对吧？好，这个命呢，好，这是科，他的科，科的性。那这是我们看八字的时候排出来有科。那你知不知道人身上看过去就知道他有科？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在手掌上面，我画肥一点。你不要看这个肥的手，这男人如果有这种手啊，太好了啊。不是我自己，我没有啊。当你翻他的纹啊，有一条纹啊，一直通天。这条纹呢，手上这条纹叫做天柱纹，一路通天。天柱纹的人呢，主的就是科，才艺。所以过去看到很多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好像毕卡索，他们手上一定有这条线。啊，没有那条线就徒具其名了。那你手上有这条线的就是主科。好，那外面相书上写的说，哎呀，这个我们有个眼啊，这个紫铜厂有个眼啊，博士眼啊，这个就是博士，这个我就有的人拿到博士是空的，不拿到不还好，拿到以后从此变成笨蛋，教不会了，他认为他就什么都懂了，问个路到哪里去都不会啊，都有这种人的哈。这个不是重要，这个中国人讲的是这条天柱纹，好，这讲的是科甲。手上就可以看到，
手上看得最清楚。你不要管什么事业线嘛，我讲的有的就你书上有的，你不要去想它嘛。哦，我讲的就是，所以诸位不要把我们丢掉的东西，你们把从乐之堆找回来。这是科，权呢？哦，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它代表的是官印。什么叫官印？当官的时候，我们有个印盖一下，那个就是官印。那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代表的是性刚，个性很刚。哦，那这个权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知道它代表官印，也代表性刚。那在不同的位置上，它发生不同的事情。好，我们决定它在哪个位置上来批。举例，比如说你的命中没有，就你的夫妻宫有，那夫妻宫是代表什么？性刚。好，那至于说什么东西，什么哪一颗星开始化权，那颗星化权，我们看那颗星决定它到底是在做生意还是在官场上面。好，这是在星座上面来决定。但这个，如果你的夫妻宫化权，代表你的那一半在性个性上面领导力很强，主见很强的一种人。好，这种人命里面有化权的人呢，先天上面来说，这种天生的就是一个领导者。好，很多将领啊，很多这个总经理，好，很多银行的经理，很多厂长，就是命中他就有权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学会算命？如果你是老板的时候，在用厂长之前八字一看，这种人化权是天生的将命，你可以放手让他去做。如果那个只有科没有权，你就不能做。像光只有科，他都没有权的时候，他只能做左财，因为这个人有专业知识、有专长，但是不见得能够统御领导，所以只能做军师啊、参谋顾问。好，那有权的人呢？我们在脸上可以看到，脸怎么看呢？这是耳朵，没有这个耳朵哈，耳朵这样子的。那我们的眼睛、鼻子这样子，这个权柄很大。这个权啊，要连到后面，要有一个像那个烟斗一样到后面去，连到耳朵后面这样子。这个在我们脸上面，啊，叫做颧部。颧部呢，长的就是权，这是第一个。好，但这个颧部长权的时候，这个权一定要有肉。最忌讳是什么？最忌讳这个权柄哈，叫做皮骨相连。有的人呢，这个权很大，但是他没有肉，是骨头和皮连在一起，这种就叫做孤权、孤单、孤权了、啊。尤其女孩子要是这样子的话，一辈子孤单。好，尤其女孩子，这是一个权的地方。第二个权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二个权的地方在我们的犀牛骨的地方。那个人还没有，如果你懂的话，他还没有开始，你还没有开始帮他算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什么叫犀牛骨。前面这一条，这个眉毛，但是眉毛你注意看，你不要老是看他那眉毛，你看那眉毛后面的整个骨头像凸出来，整个往外凸出来，这一段叫做犀牛骨。这也可以看到很多司法官会有这个犀牛骨，这犀牛骨呢掌权，权柄，很多武将，好、哦、武将、军人、警察就有这个权，啊、哦，这个权。那有的人呢，如果我们把科和权并在一起看的时候，有的人有科没有权。就这个犀牛骨里没有扁扁的，啊，然后眼睛在这里，眼睛很大，眉毛像是短短一点点，这就是四爷，四爷知道吧？四爷两个眉毛短短的，一点点，那这种就是有科没有权，做参谋，啊，你看那个日本那个钱八的里面那个两个点画参谋，啊，只能做参谋。
有的眉毛先天就那么短一点点，三毛。陆续我在算命的时候，顺便把下巴通通给你诸位讲了。好，这是科汉拳。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禄，大家顾名思义，禄就是什么？财嘛，钱，钱财。这个禄啊，如果还有他的禄是姓首，啊、哦，姓比较首。比如说有个人命里面就生下来命宫就是化禄，就是小气鬼啦，守财奴啦。一毛不拔了，你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是这样子，你给他压岁钱，他就藏起来了。啊，他的银行都不相信。哦，他就藏起来了，这先天的本性。所以你说性本善、性本恶都不一定的哈、哦，有的人性本全、性本禄，有的人性本笨，善恶难讲。哎，它代表财的意思。那这个禄如果在父母宫，顾名思义，父母是一定从商的，一定是做生意的。有的人禄在财帛宫，他自己会做生意；有的人禄在命宫，先天就会有主业到他身上去。有的人命宫父母宫是有禄，但他命中本身没有禄，命宫里面没有禄的时候，代表说即使主业再大，他不靠主业起家，好、哦、不靠主业起家。好、哦，后面我依此陆续跟诸位介绍很多案例，很多案例让你去看，让你去批，我们再批给你诸位看，诸位就很容易进入状况。好、哦，就是禄。那禄在人的相上面呢？从哪里看到？啊、哦，相上面呢？第一个男人呢，看鼻。男人的鼻子呢，就是财帛宫。财帛宫，那个鼻子有两种鼻子是最好的鼻子。第一个叫狮鼻，第二个。叫悬胆鼻，狮鼻的人呢，鼻子很肉很大，这个肉啊，鼻我们的脸比较这边，两个眼睛呢、啊，老远就看到个大鼻子，肉的，哇，很多还一层一层千层肉一样的肉，那是大腹啊，哦，大腹的，还有一种鼻子呢。是很细长，很细长，像个胆啊，那个猪胆啊，挂在那边这样子，嗯，悬胆鼻，很长，细细的一根下来，那是大户，那财路。男人的鼻子呢，主事业；女人的鼻子呢，主的是夫妻，这两个不太一样，啊、哦，主的是夫妻。这是还有后面我们。批的时候还会跟诸位介绍到，我们现在来介绍禄。来手相上面呢，女人的手伸出来，枯枯干干燥燥的；男人的手伸出来软如棉，这种都是大夫。好，现在我们介绍化忌的，化忌呢代表劫杀，好，代表劫杀。好，第二个化忌呢代表想不开，我用最简单想最浅的名字来解释最深的东西了。在性上面来说，第一个劫杀这个忌呢，我们代表劫杀中间呢有意外横祸、官司纠纷呢、破财呢，都在属于化忌。还有一种个性上面想不开，所以化忌的人长的样子啊、哦，比如脸头很大，哎，这个五官要挤在一起，挤在一起，然后这样子通通缩在一起，意思就跟你讲，五官都皱在一起。这种人呢、啊，一辈子想不开，所以你看那个。最好的相的人是这样，你看那大官，很多财路有事业上有成的人，相都是这样子，要把眉毛打开来，
你再仔细看，从今天以后，你们去看那个新闻报告，那些出来讲话的人，你注意看哈、哦，有的人高到什么样子？眉毛，比如说我们这个脸啊，脸在这边，这是头，耳朵，这个是我们的发际，他这是他眼睛在这边。所以注意看的时候，他耳朵会比眼高。第二个，他的眉毛呢，刚好在额头跟眼睛的中间，非常的高。这种呢，非富即贵。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相，知道这个人是这样子？因为这种人本来就想得开，他大开大合，做事情有担当，有魄力。那这个真的挤在一起，就想他就想不开，一辈子想不开。那这种人呢，永远是化忌的。所以你如果有化忌，跟你自己本身，我们算命就是不是我们算命不是要去检讨别人啊，要检讨自己。我们如果帮自己看病要检讨自己，帮别人看病的时候要知道别人问题在哪里，把它去掉。哦，那要告诉他想得开。那如果他想不开，他想不开，他的念就不对，他的念就影响到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啊，做法就影响到命了。好，所以什么事情，诸位啊、哦，不要乱想，胡思乱想。好，要一最正确的任何做事情的方法都是学而后思，学完以后再去想，不要往那边思又不学。好，还没有学到这边乱想，想出来都不对的。这个化忌，所以化忌流年遇到这种化忌的时候，本身他自己想不开。好，举例啊、哦，比如说。有一个人在22岁到31岁，他非常的好。就32岁到40岁化忌不好了。那么就看他的时候，一看他的八字为什么不好？他32岁后眼睛就皱在一起。他就是因为大学毕业出来以后到社会上工作太顺利了，太顺利了，他志得意满，他觉得天应该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样。好了，结果你应该，人家不应该啊，人家不会给你的。好，你当你心里想要什么的时候，当你欲念越强的时候，你会遭遇到反弹性越大。为什么？因为社会上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君子，好、哦，小人很多。旁边看到你，你想看你做一些动作，看你志得意满的样子，他知道你想要求什么，他事先就开始攻击你，好、哦，攻击你，然后就害到自己，就该轮到的时候轮不到。好、哦，那这个是我们人事上的说法。往往我们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跟他这样讲，他当时听懂了。回家出去马上就忘掉了，他没有悟，没有悟啊，哦，没有想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靠阳宅去培养他？我们阳宅把他位置摆对了以后，他就会想，他自然而然就会想通。好，他就知道我们易经讲戒之初戒慎，什么时候叫戒慎？哦，后面易经的道理通通是教我们如何把这些忌啊这些东西结，他通通能够去掉。因为很多灾本身是自己引来的，比如说。现在有凶杀案发生了，哎，他杀他、哦，他为什么不杀我？要去杀他？你先不要讲他杀人动机，他一定有伤心，有问题，两个人才会去杀他嘛。那为什么不杀我呢？你好好待着，他就杀你。好，今天就走到路上，你被他杀了，也人不认识你，一定是见财起意，对不对？那你可能裙子穿太短，或者是手上戴什么金表戴什么，你去害他来杀你的嘛。啊，这些都是要我们要从自身开始检讨。啊，这就是。简单讲，我们科学路忌。那人在逢到全科路的时候，我们在病人看到这个客户啊，这个气色，看相气色最难看，气色呢都是黄润的，黄润色的，黄的像有一种黄玉一样润润的，这种呢主喜事，好、哦、喜事来临。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尤其在鼻子上面，好，在鼻子上面，在鼻子上看到结婚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夫妻宫，夫妻眼角黄，很黄，哦，那如果有一个人印在那边一直黄，印在这边一直黄，都关着升官了，了解我是吧？就是在权上面，在地方不一样，好，那赚大钱的时候眼睛根本是眯的，啊，眯的，他太愉快了嘛，太兴奋了，好。然后脸上黄了，然后你跟他说你赚了很多钱了没有，那他就骗你了，他讲没有的时候眼睛闪一下就知道假的，好、哦，所以你看有时候人家讲的话不见得他心里想的，哦，眼睛要看得准。那如果看到画忌的颜色，
画技的颜色大部分都是黑黑暗的，非常的黑，非常的暗，甚至好像有灰尘在身上一样。好、哦，灰尘啊，好像没有洗脸。哎，奇怪，你怎么今天要早上每天看起来好像没有洗脸？就是毁运了，画技的，就是毁运了。好、哦，这个白虎星高照啊，哦，这种火非常的灰暗。那这里呢，顺便介绍到旺食色。这个人死要死的时候，好、哦、将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气色，这有帮助于诸位，因为死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是因为生病而死的。好、哦，你怎么知道他死掉了？枯萎的，枯萎色，好、哦，青蓝色。你看到你的朋友正在跟你打麻将，大家打得很愉快，哎，突然看过去他的这个头发，我们头发上面有油，哪个人头发上面没有油的？有油，你没有油就死掉了，我们有油啊，油突然没了，然后干干枯枯，整个头发蓬起来，然后脸上你看他脸上他不反光，皮肤都不会反光，他人好好的、啊、坐在这边，人好好的坐在这里，诸位就要开始计算。比如说，你是今天是，举例，今天是十四号，你看到他这种气色，那刚好十九号的时候是立春，那就知道到十九号大凶，最凶。我们一年呢有24个节气。好、哦，有24个节气。好、哦，那一个节气呢，属两个星期，两个礼拜，就是讲的是14天嘛。14天的意思呢，就是第一天到第14天嘛。那他哪那么凑巧，第一天给你看到啊？那可能是第7天看到，第8天看到，懂不懂？我实际上要从看到之后算第一个节气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随时要带本黄历在身上。因为我们这派人出去了，这个口袋放个黄历，里面放个罗盘就可以了啦。好，手上放六个铜板，口袋里放六个铜板就够了。好，知道我讲的意思啊。所以一个气色出现的时候，两个礼拜你会发现。曾经我们有客户，他太太看他先生的时候，有一天在办公室，他两个同时在同个单位这个做事情，因为我们这录影在发行，所以这个人我要去掉。那他跟他先生在一起共事已经30年了，哎，有一天他先生进办公室，一看他现在怎么脸上发青了，奇怪，好好的，我先生每年我们都去体检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好了，结果到了礼拜六，他先生按照惯例，跟几个好朋友到淡水第一高尔夫球场打球。这个打完18个洞回来，好，大家打得很帅，说不打了。他兴致很高昂，说我们再打一个洞就好了。好吧，大家说好吧，你拉他的，但他不想打了，他说他要再打。结果他就那边球一发出去，人当场躺下去，脖子扭断掉。好，就这样子死掉。好，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遇到客户的时候，或者遇到朋友，我们学的这个遇到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提供我们事先的资料，一看要预警。你只要有戒心，再大的灾都可以去掉。灾发生就是你没有戒心，好、哦、有戒，好、哦，这都我们看了很多，以后陆续会有很多好例子跟诸位介绍。好、哦，这都看实色，所以一种是青蓝色，一种是枯萎，整个枯黄掉了。好像那个树啊，大家都是现在都是那个春天，好，整个树木是绿的，哎，突然它一个是枯黄的，你一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嘛。那他可能他去世的原因可能车祸死掉或者怎样，都会看到这种气色。平常我都很少去看气色啊，我在大陆旅游的时候上飞机前我得先看看，那、啊、可以坐，对不对？我看不到自己，看看别人嘛。如果每一个人都哭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坐船好了，啊。
然后就跑到船，一到了登上码头一看又是黑的，我就跑掉了。跑到火车站一看黑的，老子今天不坐了，睡在旅馆里面。宁可信其有啊，怎么搞？大家颜色都一样。啊，所以会看色可以讨论很多事情。啊，这个麻烦就是说，诸位要是学经了以后哈，看人就没有美丑了。对啊。人家说你看这个女孩子好难看，鼻子那么大，我看到哇大富，对啊，对，人家这个女孩子好漂亮，你看眼睛多大，我看的是个笨蛋，对啊，我看是偏房，啊，你看到是或者是我看是这个是孤单一辈子，啊，我看这个你还是看人家很漂亮，我看这个没有子嗣，将来到老孤单的，对啊，你看到我看到，你们看到行懂不懂意思？没有神嘛，所以我常常说，上帝有没有说你穿了西装打领带就没有癌症？两回事啊，谁规定漂亮女孩子讲的话都是真理啊？这跟没关系哈。啊，这对啊，我们要研究的是看神。现在我们介绍诸心啊，所有的心，我们分南斗，还有北斗。啊，我们从北斗星开始分两个星系，北斗星开始介绍。北斗星系呢？第一颗星我们叫做紫微星，哦，外面呢也有一派呢，它这个微呢，它写成微，哎呀随便了，无所谓了，哦，这个形呢、名呢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最重要。上个世纪你念错了叫指针也无所谓了，哦，来，这颗星呢，它是地星。哦，皇帝的星，他是北斗星君呢，在我们书上写，哎呦，他是北斗星君，他是个地星。诸位现在就想，去想，在我们看国画的时候，中国古代把皇帝画成什么样子？哇，脸宽宽的，方方的，哦，我画起来像怪胎啊，因为我又不是画家啊，耳朵长长的，哦，耳朵不再大。但是要正面不见耳最好，人家正面对着你看过去只看到两个一点点耳朵，看到脸甚至整个看不到，哇，这个是标准的地星紫微星。好，那五官这样子平平和和的，哦，就是当然每个人都有眼睛鼻子嘴巴都有了，但他的比较很开，整个脸宽宽大大的，厚重，厚重，人非常的厚重，然后他不苟言笑，好，不苟言笑，不是跟狗开玩笑，就不随便，好，不随便这个开口，好，不随便开口，那提到一个，我就顺便讲到一个反的，未言先笑，好，小人，这种人是毒计百出。你如果遇到一个人跟你讲话，你不管认不认识他，嘻嘻，没事的，嘻嘻，未言先笑，有什么好笑的，对不对？又没有我们这样子导引你笑，没事在那边笑。跟你讲话的时候，哎呀，陈小姐，嘿，陈小姐，嘿，就这么好笑，在他那边笑，就是心生妒忌，因为他心里面有妒忌，是恶毒设计背后人家背后做人家看不到的事情，好，他就想用笑去掩饰他，好，真的不会骗你的，敢面对你讲话，然后讲你不好的话，有第三者、第四者，通通在场，敢当着你那面讲你，这是真话，你不在的时候讲你，这都是假话，不用听，好，紫微星的人就是先天这样子。紫微星呢，当然顾名是地星，那既然是皇帝，那一定有辅弼咯，有文武百官啊，有辅弼星出来，好，辅弼，所以我们有两颗星是配合紫微星的，一个叫左辅，一个叫右弼，皇帝要有两边两颗星，所以同样是命做紫微的人，如果没有左辅右弼在那两边的时候，紫微星也是皇帝啊，但是紫微星是孤星、孤帝、孤独的皇帝，所以是生道。
这个僧道和尚尼姑啊，他的教规、宗教的法规比法律还严，他每天在动都不能动，法律还没讲，对不对？他每天早课五点钟起床，还扫地啊，讲清规，他根本不能啊戒六戒什么啊十戒啊，不管他的法规清规比国家的法律还严。那地利于我何有哉？因为我把我自己管得更严了，皇帝都管不到我了，这是孤星，也就是孤军。所以紫微星一颗星在那边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孤单。以此类推，如果你的命紫微星在命，周围伏辟星没有，代表你这个人很厚重，人很厚道，性本孤啊，喜欢呢一个人，不太喜欢去跟别人来好这个来往，也喜欢一个人打仗。那有一天你看到你的福德宫，我想过福德最难批，对不对？很多人福德宫不会批。如果你福德宫一颗紫微星在里面，你又是女孩子的话，那就不太好了，你一辈子是孤星，懂吗？好，孤单的心，好，这是紫微星。那紫微星这个长相以外，紫微星在事业上面来说的话，紫微星主的是官，官旦。所以有紫微星出现的时候，它代表的是官运，官的命。那我们第一堂课介绍的时候，跟诸位介绍过，我们有财帛，好，还有官禄宫，对不对？官星呢，一定要进入官禄宫最好；财星呢，要进入财帛宫最好。叫做四德其所，叫做正位。好，四德其所。那有一天呢，你的财星呢跑到官星里面，就是贪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要随便给他批贪官了。有一种人财帛也是掌在官禄的，我在中央银行总裁，我一批好几百亿，可不是我的，那叫财权。财权从脸上可以看到。好，财权，下次看看我们中央银行总裁谢生中，你看看，第一个你看他鼻子，他的鼻子和他的权两个是呼应的。有的人鼻子很大，这两个权很小，只是有钱他在他自己身上。鼻子很大，两个权又很大，相等的，这三个是相等的高度的，所以他掌财权。有的人权很大，鼻子很小，就是贸易公司的财务经理。好，讲完了，好，你没有收到。那官带星进来的时候，如果官带星在官禄宫的时候，我们叫四德其所。那官带星进来就越大，好，越大，这个官就越大。好，那官带星进来越小，官就越差。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命好不如线好。我就看过很多人，他的命会出来，命宫财帛官禄迁移本身很差，普普通通，哇，可是他十年大运全部是科学路，都在十年大运上面。十年大运那个流年排出去，那个时候是线，命好不重要，那个线好比命好还好。啊，有的人命很好，就线不好，啊，就半空折翅，啊，不到三十岁就走人了，都有的，啊，都有的。啊，我会举各种不同的例子让你去看。啊，那紫微星还有一个功能呢，它有解厄，啊，自化解厄，自化的功能。就是我们一命中逢凶星的时候，凶星出现的时候，他遇到紫微星都可以解掉。北斗星星就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如果看到他的杀星逢到紫微星的时候，这个杀星要去掉。好，只有紫微星可以解这个事情，啊，能够逢凶化吉。啊，那北斗星系呢？第二个叫做天机，好，天机星。这个天机星呢，也是属于一个官带星。刚刚讲这个天机星是属于阴星，紫微星是属于阳星。好，星分阴阳就好了。好，待会我会跟诸位，我们提到子女宫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阴阳星。天机星也是个官带星，但是天机星是文官带，紫微星呢，五官文官都是紫微星。好，文官带讲的干公务人员，
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公家单位上班，好，这个你要是到那个户政事务所，把里面的小姐一票巴掌拿来，大部分都是这种命的，哦，那外交部里面的办事的小姐都是这种命，好，到部长就不是这种命的，好，那戚继兴有人当老师，好，一般的公家单位，银行的做事，在银行里面做，好，做那做账啊，那些小姐都是属于一种文官带，还有老师也可以看到这种，那天机星的人，如果这个天机星如果站在命宫，才有所谓的相出现，哦，他的外相出现。天机星呢，这个是阴星，所以天机星人长得黑黑的，你看过去，嗯，这个女孩子皮肤黑黑的，那不是染色，哦，也没有去非洲她晒太阳回来，天生的皮肤比较黑暗一点。第二个个矮，啊，哦，个小，然后体格呢是很精壮，男女都一样，很壮。好，短小精干，天机星，所以天机星的人，天机这个机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反应很快，随机而动，这种人很聪明，然后智慧很高的人，这是天机星。那天机星本身没有解厄制化的功能，好，哦，只是代表他的一个意义而已，只是代表这个意义而已。南斗星系的太阳。第三颗星是太阳，太阳星呢？官来说的话，太阳星是五官，好，五官，五官带，这是五官的官带。五官带身上有枪啊，有刀，所以太阳星呢，好，指的是这个五官带。那现在的五官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军人、警察、好法官、外交官，都是属于。五官带，好，这些人属于五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阳的意义呢，也代表财路，好，财路。所以如果太阳星在财帛宫，它就主财；官禄宫，它就主官。好，这个财，这个财路的时候，我们有两颗，两种财分两种。有没有一个叫做横财，像太阳星呢就是属于横财，像刚刚讲的紫微星、天机星，它都属于正财，以财星来说的话是属于正财啊，哦，正财。那什么叫做正财，就是你帮人家做零固定的薪水叫正财，横财你做生意当老板，全世界的大生意的老板，不管是做大了做小的，你家门口的杂货店的老板，他都不知道下个月赚多少钱，那叫做横财。你知道下个月要领10000块，那个是正财。我们算命光批八字的时候，我们不算偏财，什么六合彩中奖啦，啊，那个跑马那个不算，跑马我们看汽车就可以了。好，第三个呢，太阳星呢指的是父亲，指的是丈夫，指的是儿子。如果女孩子拿到太阳星，太阳星命里面一定有太阳，太阳代表的意义，他爸爸代表他先生，代表他儿子，三个意义都有。好，那我们前面介绍宫的时候，我们分了12个宫，记不记得12个宫？我们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宫代表12个时辰。那一天太阳的时候只有出一半了，出12个小时，6个时辰出太阳，另外6个时辰月亮。那我们太阳号在白天出来最好，那晚上出来就比较差，那比较不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子不好？我们临阵的时候，我们看着命的时候再来决定。但基本上太阳的代表人的话，代表这三个人。所以如果你是女孩子，拿到一个八字，你自己的八字开始一看呀，太阳星找不到，太阳在晚上出来，白天就不出太阳，晚上才出太阳，好，那我们就要讨论这个太阳到底原因是什么，哦，讨论就要去研究了。再来呢，我们叫武曲，武曲星这颗星呢，哎呀，刚刚忘了补充一下，太阳长了人的相，红光满面，这个红色的红，好，红光满面，双目圆大，好。然后又是个圆脸，
元年之日，这个太阳星座面的肤白，哦，好、哦、皮肤呢很白，然后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像个圆，几乎接近圆形太阳，然后脸色红红，很红润，啊、哦，太阳星的。那太阳星的人呢，个子中等身材，并不是很高，啊、哦，中等身材也是很壮，很壮的人。武曲星呢？这颗星呢？第一个，它代表的是五官；第二个，它也代表财星，而且它是财星的王，也是很大的财星。武曲星的人呢，个性跟太阳一样，很火爆，但是这种呢，一发就过去了，好、哦，随发随走。那武曲星的人也是这样，个子比较矮，比较壮。啊、哦，诸位你注意看，真正干到将领的都是里面最矮的跑出来，像空军中的林文礼跑出来最矮的是他，五短。五官呢，发在五短。好，五短。我们向上五短呢，主贵。好，易主富，有富而且有贵的现象。好，这是五短，要不然就是。五长，啊，手长都很长。我们现在的总统就是五长，好，五长，这是从外向来看。但是武曲星的人呢，一定是应该拿到五短。那我们为什么要配合看相？这个人如果武曲星作命，一来五短成格，怎么了？武曲星拿来看这个人瘦瘦高高的不成格。这个我们校园的警卫也是武曲星的，对吧？好、哦，要成格。好、哦，所以一个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看命，我们看命的时候就已经要命相同餐了，懂我意思吧？那个这个命相同餐还是实际上真的严格，我在教诸位的时候，它大概只占了三分之一。好、哦，天文部分只占了三分之一。那武曲呢，也代表贵人。第三个呢，太武曲星也代表贵人。好、哦，像紫薇呢？太阳啊，武曲啊，这种通通是贵人星。好，北斗星系呢，再来是天同星。天同星呢是一个人和的星。好，什么时候需要人和？有一个客户来问你，你先哎，我看看我今年合伙做生意可不可以？一看今年正好天同，合伙机。啊，我今年可不可以出兵打仗？有人同此心，同舟共济，和有的事情一定要人和才能成事。好，有的事情要天时才能成事，流年要到化禄才能成事。所以在历史上呢，我们在治天下的时候和平天下的时候不一样。在治天下的时候，天时大于哦。地利，好、哦，然后地利呢大于人和。我们在平天下的时候刚好反过来，人和大于地利，好、哦，然后呢地利大于天时。所谓平天下，就是说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天下理平，一定要人和，没有人和什么都没有谈。还是谈什么时机？天下都乱了，还谈什么时机？治世来临的时候，你要去治理天下的时候，一定要动之以时。好、哦，什么叫动之以时？如果我是总统，我们中国人孟子讲一句话，他说啊：“无罪税啊，好、哦，是天下治，天下。”之名啊，巨焉。百姓都来了，什么叫无罪税？当有闹旱灾、有闹水灾、天灾的时候，这是岁变，对不对？这是年岁。你不要去怪老天爷不好，无罪税，你不要去怪他。为政者，把罪怪到我的身上。我今天是天子，我是总统，对不起全国的百姓，我
方法不对。为什么？我早就该顾虑到要有这种情形，所以错在我，跟老天爷没有关系。你越讲这段话，天下百姓通通来了，一天到晚把罪怪给别人，怪给老天爷，那你在干什么？那变成老天爷和百姓在做大事，你在做大官，不对。好，角色已经忘了，有没有道理啊？这本来就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天同星代表人和，好，所以说在我们在平天下的时候一定要人和。所以说如果你算一个命人的命，他今年要开始自己做事业当老板了，35岁一看，哇，十年是同星，代表他外面人和做大赚，了解我意思吧？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人间的游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天际，老天爷给我们的纪律，好，都不会改变的。廉贞星，什么叫廉贞星呢？就是诸位女同学呢最喜欢听的，最一天到晚钻牛角尖去研究的桃花星。第一个指的是桃花。但是这个还是次桃花，还不是主桃花，也不是，还也是，也就是说还比这个更严重的，啊！老师就看这个呢，得到桃花星，也代表什么？无官带，无官星。好，那廉贞星的人呢？眯眯眼，眼睛看过去一条线，那个廉贞星。好，你注意看哈、如果你们一群人在一起，有个男的他一本正经讲。突然有个女的一出现，然后开始笑，有点廉贞星，懂不懂？他还没跟女的讲话，先笑，好，你就知道他想什么。未言先笑，好，就是他对这个女孩子有所阴谋，笑的。廉贞星在五官带，主五官的，带兵打仗的。那廉贞星进来五官带的时候，一般来说啊，他是到边疆去打仗，一个人去的。所以这个廉贞星，好，除了指桃花星，那廉贞星的人长相呢，长得就很清秀，啊，这里也长得不错，好，但是也是看到女孩子或者这个眼睛眯起来，好，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发现了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色一点，为什么？那个男的那个歌星啊，什么林志颖一跑出来，哇，女孩子都进来，我们那个什么公子你会来，有没有看到男人上去？没有吗？啊。那老是在看男人，你看你老公，看你男朋友有没有桃花，是不是只看自己啊？我们不要去看别人。这是南斗星系，北斗星系了哈。南斗星系呢，南斗星系第一颗星呢叫做天府星，天府星是南斗星君，他统帅南方的。哦，南方的诸星，但这个天府星呢，没有解厄制化的功能。我们命里面所有解厄制化的功能呢，除非是大贵星，哦，大贵的星才会有解灾的功能，才能够解灾。比如说太阳、武曲，好、哦，这种星，天同，好、哦。那这个天府星君呢，根本就不能解厄制化。个人的经验呢，看了很多流年走到天府星照样买单走人了。哦，所以南斗星君本身解厄制化力量不够。南斗星君是一个很温和的星，温和代表这个人个性温和而已，不见得代表他是好人哦。上帝有说过温和就是好人，没有啊？好，诸位呢，在书上面记载天府星是良辰贤辰，其实不对，良辰贤辰，其实不对，真正的是良辰贤辰的人呢，是知道如何怎么样举荐人才。有一天庄王楚庄王呢下了朝，这是战国时代的事情，结果他
到了三点多才回到寝宫里面。庄王的太太呢，就问他：“西瓜，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回来？”“哦，今天呢，我们在下完朝，五点多下完朝以后，我们跟那个宰相啊，我们几个人这个没事干，我们就喝酒兴来了，我们就喝了酒，喝，从五点多喝到晚上三点多，我吃了睡一下才回来。”这个你知道庄王他太太怎么讲？他报告国王：“这个你这个丞相啊，在你身边做了15年，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举荐良才到你身边来为你所用，这个叫做不忠。”好，第一个。第二个，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去发现，他无法去发现天下有良才，这个是他自己不是贤人的人，不贤，所以这种人怎么可以用呢？你怎么跟他混那么晚呢？第二天呢，祖庄王就上朝摆上个，哎，丞相，昨天晚上我老婆这样讲你了，第二天就辞官回家退休了。现在我们国家政务员很多，不是好事哈。那天府星的人呢，他是个文官星，好、哦、天府星呢是一个文官星，也是一个教星，所以很多天府落命的人呢去当公务人员当教员，甚而至于两职业兼顾在那里，好、哦、南斗星君，因为他是属于个文官带，好、哦、文官带。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呢，他是命是天府星跑去当武官，就叫做圆的方的方的里面，然后跑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斯斯文文的，然后穿个军服，好，你就跟他说，你可以转服公务员的，你可以到公务员好，你不必进大学，你当武官的话，前途暗淡无光，能不能？不要去看下去了。谁说每一个当武官都可以干到将军呢、啊？对不对？这天府星，好，但是天府星的人呢，这个心眼比较多，好，心眼比较多，那。如何确定他这个人这个心眼厚重？头发样子，这个是人一个人的脸耳朵，眉毛太浓了，好、哦、眉毛太浓了，本人呢不会永远不会跟浓眉的人来往，还有三角眼的人来往，好、哦、还有四白眼的人，哦，这种人看到我就闪脱了，跑路了，我不惹你总好吧，我没有时间理你了，懒得理你，眉毛太浓的不好，好，以后陆续跟诸位介绍，好，我们去到那个行的时候陆续跟诸位介绍。那如果你看到杀星跟天府星在一起的时候，书上说天府星可以解厄制化，实际上是一点用都没有，照样发生，好，南斗星君呢，再接下来是太阴星。好，太阴星。太阴星呢，顾名思义就是天上的月亮。月亮。既然叫亮，月亮嘛，它叫亮的。所以太阴星在晚上出来比较好。那个白天出月亮。好，有的人在午时月亮跑出来。有的人在卯时月亮跑出来。月亮在子时、丑时、亥时的时候最好嘛。深更半夜的时候出月亮最好。那太阴星的，如果女命是女孩子做太阴星，啊，那很漂亮，好、哦，美得像月里嫦娥一样，好、哦，月亮很漂亮。那不管是白天晚上出来，只要是月亮做命的女孩子，都很长得很漂亮。好、哦，那太阴星这个人呢，这个在我们事业上来说，也是属于文官带，哦，文官带，好、哦，文官带，带的财路都是正路，好、哦，正财，当公务人员，好、哦。那帮人家做点固定的薪水，好，都是属于这个文官的正财，哎，不会去干武官，啊，不会干武官。再过来呢，天良星，
这都蓝斗星星的。天狼星呢，我们算命呢又把它叫做食神。好，什么叫食神？比如说我的天狼星在官禄宫，本人当官就一天到晚应酬交际很多，好，那我这个食神在，假如说个食神是在22到31，代表这段时间好工作忙碌，好这个要应付外面的事情很多，都是食神。那为什么要出现食神？如果你的八字大限到了，结果这个食神星非常的亮，代表你吃的好得很，能吃能喝能让人睡，那你这个大限一定不是内发的病，很可能是外来的灾。好，了解我意思吗？天梁星呢是文武双全，我们星斗里面就这一颗星是允文允武的星，所以很多人武官有天梁星，文官也有天梁星。好，所以一般来说天梁星入命的人啊，文官也看看，武官也看看，两边跑来跑去的，有的人想跑跑不动，有的人就跑得动，跑来跑去。好，允文允武的星，这颗星非常的好，好，非常的好。这是也是文武官星，官文武双全嘛，是一个官带星啊，也是个官带星。那天梁星座命的男孩子长得英俊潇洒，好，眉毛呢斜飞，像是斜飞上去，剑眉一样，两边斜上去，好，长得很潇洒，但是个子不高，比较粗壮，啊，这个比较精壮啊，不能说很肥很透啊，眉毛。天梁星，好，我们国家有很多这种星座命。再过来呢，我们叫天象星。作为这个天象星呢，天象星是顾名思义，主要看天象嘛，天上的宰相，所以天象星是一个左财星。你如果是天象入命的人，你适合去当人家的助理，当人家的秘书，当去当师爷。好，那天象星的人男女都一样，瘦瘦高高的，没有肉。女孩子呢也是高挑型的，啊，两个腿跟两个竹竿一样瘦瘦的，那都是天象星。好，那你如果是天象星作命，结果你矮矮肥肥的，你那个八字有问题。好，八字一定有问题，那卜个卦看看有没有问题。好。天象星，哎，天象星的本身是非常好的，好，哦，对，也是这个非常厚道，对人很谦和，脾气也是很温和的，啊，哦，你如果嫁了先生或娶个太太，天象星那最好了，你娶尤其娶老婆娶个天象那太好了，哦，天天做你的左财，无怨无悔的在旁边做，啊，哦，然后你是刚好是廉贞星，啊，哦，他天象星两个碰在一起，好，哦，然后羊入虎口，这个不一定的，好，哦。搞不好那个廉贞星的是羊呢，天象星的是虎呢，刚好属老虎呢，对不对？这个不一定的，好，那个，好玩可以说说，真的我们在实力上面没有用。好，我们休息一下。上次我们粗略的介绍一下，好，易经的一个轮廓。今天开始，我们从易经呢，啊，慢慢开始介绍易经的观念，好，它的这个变化在哪里？到底当初我们的古代的圣人，好，古代的圣人，我们的老祖宗如何看天象而知道天下的所有的事情？这个易经呢，我们老祖宗呢设立了很多符号，这个符号呢，这个叫做阳，这个叫做阴，但它一个卦哈，卦本身呢指的是事情，代表事情。爻本身呢，主的是时机，什么时候？哦，我们要学如何什么时候如何下手，什么时机如何做。这个卦呢，老祖宗用符号来代表它，比较好阐明它的意思。第一个爻呢，我们叫初爻，好，哦，二爻、三爻，三个爻呢，就成为一个卦。一个卦，那我们以乾卦来为例，好，乾卦，易经第一个卦乾卦，乾呢，它在易经上面
我们老祖宗乾卦怎么来的？他是老祖宗是观天，他就看天，看天的性。你如果把一些东西啊放到化学实验室里面给它分解出来，比如说甘草或者里面有多少成分怎么成分，这个很简单，这是看形。可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性。我们老祖宗坐在那边看，就看它的性。我要跟诸位介绍了解释的就是这个性。性是最难的哦，最不好抓到的就是这个性。老祖宗看天的时候，他发现了，哇，这个天啊，那么海阔天空那么大。我们人看天都是往上看的，那你是人。那老祖宗很厉害哦，假设我是天呢，如果我是天的话，我就是往下看，你人在下面，对不对？所以天性呢，天的性呢，都是向下看，天的性是向下看。我当个科员，我就向下看，看下面的工友跟职员，我要照顾他们。升到科长的时候，我要往下看，我有好多科员，我要去照顾所有的科员。升到处长的时候，我下面好多科长，更多的科员，我要去照顾所有的，这是天的性。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是反天，逆天而行，反逆天性，大家都往上看。我干了处长不行，我要干这个局长。干了局长不行，我要干部长。部长不行，我要干院长。不行，我要干总统。当你往上看的时候，你的痛苦就跟着你来了。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尽的嘛。人只要往下看，这天的性，就是因为天性往下看，往下看以后，它是一二三，就是三，从头出到尾，从始到终。始终啊，如一啊，它从来没有变过。这就是告诉诸位，要有天的性的时候，一定要有艰辛。哦，在易经里面就有一个字来代表它，叫做真，就是艰辛。好，艰辛顾名思义呢，讲的就是专心。好，不要分心。所以我为什么跟诸位说，你念不要有，念不要有。哦，就是要让你专心，你才能收到啊。这就是天的心。诸位试想，我们自己摸着自己良心，你们做先生太太在家里面或者在事业上面，你有没有办法？这一半个小时在煮菜，你就是专心在煮菜；煮完菜以后，在下半个小时在洗澡，你就专心洗澡；你在吃饭，你就专心吃饭。可是你知道，现在十个家庭有九个九都吃饭的时候在谈家务事，在吵架。煮饭的时候也在那边翻脸，啊、哦，洗澡的时候还在那边骂，啊、哦，坐在那边看电视没事还在聊着隔壁家里面已经没事了，还在聊隔壁的事情，这就是没有艰辛。你如果从头到尾你有办法专心始终如一啊，你就有天的性。天性是至刚的，好至刚啊，好至刚的性，好那。我们老祖宗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天本身啊，我们天呢，老天爷没有立法，而自威也。我们人间立了法律，结果呢，还是有人杀人放火，都有，还有很多人犯法，坐在牢里面。天呢，他本身没有法则。你有没有看到天的法没有啊？可是天在变的时候，大家都吓傻逃走了。好，天的威。那你如果要有天威，你永远往下看，不往上看，因为你无所求，无所求根本就是无欲嘛，你没有欲望嘛，随便你对我怎么样，我做事情对得起我良心，我照顾我的手下，上面升不升官你不管，你就一直往上升喽。天威，你的上面的老板看到你都吓死了。懂我意思吧？下了天威，这就是天的心。那你知道你上面的老板或者谁看到你为什么不怕？因为你有求于他，你想要升官，这就是天性。好，所以天性永远是往下看。
现在大家都往上看，好，往上看就是野心，野心很大，往下看呢是雄心万丈。我们人呢可以有雄心，不要有野心的。那由于他艰辛呢，三面都是阳，所以乾的性呢代表刚健，代表刚健。好，健的意思也有实心的意思。实心，你看看三个阳都是连在一起的。好像那个阴，这个空心看到没有？空的，也是实心。好，也代表天是包含无所不在的，所以他每天充实自己。你每天在家里面念书，每天充实自己就是天的性。好，天性是无所不包的，好，是代表实心，好，代表健，好，所以易经说在乾卦里面，天行健，有没有？君子以自强不息。好，那个，这是第一个乾卦。第二个呢，坤卦。坤呢，指的是地，好，指的是顺。好、哦，指的是柔，它有三个性。坤卦的卦性，老子中呢看了地的性以后，他把它符号立为这个，他认为地是这样子。你说这样子怎么解释呢？这第一个是一样是初爻，好、哦、二爻三爻，爻是由下往上，好、哦、由下而上，还有由内。外，好，一直走到外面。他把它用这个符号来代表，为什么？因为他在看地的时候，这个地有多厚、啊？那么厚，地厚那么厚，地的德啊，有那么厚。那我们看看地的性是什么？你五谷杂粮什么东西丢，还是东西长出来？它能够承载万物。我们人类把垃圾丢进去，它照样收进去。地厚的，地的性的。它能够承载万物，你有没有听过地在抱怨？它无怨无悔。那坤的德呢？由于是阴，地是阴嘛，乾呢为天，乾为天，为阳，所以呢，这就天和地的，就好像爸爸和妈妈。如果一个太太在家里面，她有坤德。就是讲地的性，他无怨无悔。今天我帮你忙，帮了很多，那是我愿意的，随便你要不要对我好不好。现在世界上十之八九的人呢，我去帮你忙的时候，你就认为说你帮我这个忙，你一定要想要要求什么回收，或者是我去帮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这个忙，所以你要帮我那个忙，这互相有要求，甚而至于去跟神谈交易。你帮我这个忙，让我儿子考上大学，我明年来给你这个许还愿。你说跟神谈交易好，还是效法神的精神好？到底哪个人是迷信？好，那坤的德就叫我们说，你如果有帮人家无怨无悔的这种德性的话，好，就叫做含章之美。他把含章之美。所以你去帮助人家，那是你愿意的，帮完就走了，根本没有要求。所以如果你帮人家，你有目的的话，这个忙宁可不要帮，因为你也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哪天达不到，他没有要帮你，你觉得他对不起你，然后你又很后悔，在帮了他这个忙，然后十年以后你还想到，你还是在后悔这个事情，你的念就在那个池上面，就回不了头来。所以我常常跟客户讲。夫妻两个在结婚的时候，在神或者在法院法官面前，或者在神父面前发誓，那神父说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他说我愿意，然后先生你愿不愿意娶她，先生我愿意娶她，都是我愿意，才下完典礼回到家就我愿意就忘了，就变成你应该了。哎，你是我先生哦，你就应该要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先生呢，你是我太太哦，你就应该要对我怎么样啊，完了，应该不完了。那两个人同样是爱，可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太太认为说你要送我一颗钻石才代表爱我，先生说我认为送你一个玫瑰花就代表爱你，完了冲突就来，为外形所束缚。可是同样，如果你了解了愿意的精神，我今天做你太太，我愿意替你生孩子，替你照顾他，随便你爱不爱我，你回不回来吃饭也是一样，碗菜都给你做好。
那先生呢心里想，太太在家里面比我辛苦，我今天做他先生，我活该倒霉，我愿意出去赚钱，我把钱赚回来拿回到家里面。那太太在家里面愿不愿意帮我煮菜烧饭帮我洗衣服，那也是他的事。当你回到家里面说一看饭菜做好，你会觉得很开心。如果你有你应该的时候，哎，我今天那么辛苦，你要回家，太太应该在家里面把菜做好，回家门一开看看里面黑黑的，已经脾气来了，因为你的念已经不对了，脾气来了，开始火大了，生气了啊，我那么辛苦回来，太太在家里面居然在叫家里面不给我菜做好，就在那边气，在那边等电话一来，我一听到太太声音，根本还没有等太太回来，臭骂一顿，骂完了太太说对不起，因为我爸生病，我到医院去看他急诊，他老人家没有办法动，那我一直他找不到你，我在医院急诊也没有时间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对啊，你为什么不听人家讲完？所以眼睛看到的不是事实，你为什么看到不是事实？因为你本身的念不对，你想法不对，看到东西都不对嘛。好吧，地的厚德，如果你有坤的心，含章之美，你就有地的厚德。好，地的厚德，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说坤地，妈太太先生啊，你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好，算了，我孩子交给我，我带孩子好了，你离开我好了，你去找更好的对象好了。如果你是这种人，你先生绝对不会放弃你，了解我意思吧？同样的，先生如果也想这种话，太太也不会放弃你。这就是在刹那之间呢，好，在神的面前或在法庭的面前的时候，有我愿意的精神，才一下法庭，礼服都还没脱，就变成你应该了。好，这就是我们的贞洁所在。这是坤卦，所以诸位后面还有六个卦还没介绍，诸位想一下，我们两个卦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就到了人间来了，刚刚讲的是天地之间的东西，如果把两个卦重叠在一起呢，好，一个是外卦，一个是内卦，如果一个人外面呢是坤地厚，是柔至柔，内是刚，外面是地，下面是天，叫地天泰，有没有？你要进入泰，否极泰来，万事平安，一辈子平安，就要外面要有坤的厚德，里面要有乾的刚健，因此四个字就讲完了，叫做外顺内健，有没有？每天在家里面充实自己，好好的念书，外面对人以至柔，天地天泰。那如果有一个人反过来呢？天在上面，里面是柔，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外面还要表现我很有，你是天地的痞。啊，你念错念否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痞了，痞就是嘴巴都不是嘴巴的不口啊，啊，嘴巴都不能开口，开口的痞话，他痞那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这反过来就变成什么？外贱，外面很 TK 很固执，好，内柔啊，心里面很害怕，心里面是空着，懂不懂？可是外面要表现恼羞成怒，哦，恼羞成怒。那一反过来，现在看懂我的意思？后面六十四卦我会以此类推，好，但是我先把天地天机道就存在我们老子中，看外面看外界来了解到人间，人间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诸位太太的一定要有坤德，啊，有坤德。那乾和坤呢？从始，这个是始，这是终，坤从始和终都是这样，都是柔。所以也是始终如一，有没有？一定要坚心，要至诚的心，好，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你不要做一两天，哎呀，我坤德很高兴，第二天又后悔了，好，不行，要始终如一，好才有用。哦，你到第二天就后悔了，第二天就变阳了，懂不懂？我也是，就是砍水的险了。好，等一下讲给你听。好，所以易经很现实啊，马上就是可以知道你后悔的结果是什么了，好。这个对卦，好，乾兑离兑巽坎艮坤。对卦呢，在我们圣人看天地的时候，他看到是泽，沼泽，对是泽，泽也。对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对？就是喜悦的悦嘛，悦也。那物象，他看泽的时候，他认为啊，泽呢是这个水呢，一滩水聚在那边，好多泽，像佛罗里达是千湖之洲，很多沼泽，很多沼泽，一个泽。那他就在这个是地下面了，地的外面是水啊，阴嘛，下面是阳，是地，好，他就把它弄为月，喜悦的象。那他在看泽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事情，假如全世界
这个泽，它会，我们老祖宗有体会到国家的国家之间的来往，这是大的象。那小的象呢？公司公司之间的来往，也是要有对卦，要有喜悦。你今天跟他谈生意，好像谁欠你500万，你恨死他了，他要跟你做生意的，对不对？要喜悦，以和为贵。好，所以做生意的他们不太喜欢上法院，以和为贵就是悦。好，那伸手不打笑脸人，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看面见面的时候，好，你不要神经病在那边嘻嘻讲笑，那时候小人就要微笑，这样示好，对不对？你不要嘻嘻讲嘻嘻那边那个笑的不太对，好，要有喜悦的笑。好，那喜悦的笑呢，怎么样子叫做真正的悦？内见，那一面是见的，阳是见嘛，外面是柔，有没有？就是真正的喜悦的意思在这里面。好，今天家里面钱都很够用，我不是要有上亿的财，我有100块钱，我吃的卤肉饭跟你王永庆吃的卤肉饭是一样的哦。好，心里面无欲，很愉快，就是也不愁，也不会去担心犯法，今天晚上去偷了别人家或者是拿了人家什么东西，内见，内无不法之事，对不对？外柔，这是真悦，真正的喜悦。好，你如果没有这样子，都是假的喜悦。你嘴巴上人家这样子嚼起来，那边其实你今天来找我，脸孔对着我笑，想跟我借钱，为什么？下午3点半到了，内显不一样了。好，就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悦。好，对卦，那对卦在位置上的时候，诸位看，初第一个爻，第二个爻，第三个爻的时候是不是阴？第三个是阴，记得啊，第三个是阴，就是所谓的少女，就是三女儿。好，三女儿，第三个是阴。好，一二三。好，那有一句让大家好忌讳，他说这个皇帝，这个我们这个皇帝写了一个阴符经啊。好，慢慢要传这个作为阴符经，现在会翻译这个阴符经的人没有什么人可以翻译了哈。这个我一直在跟你讲，我就是讲，这就是符号。你符号在那边你看不懂，你不能读它，就是阴看不到，看到的就是阳了。好，看不到的，这是皇帝的。那这个符号呢，就是从我们从这个符号上面就可以体现到说，这是代表了他是在家里面代表的是第三个女儿。好，第三个女儿。那一二三的还有一个意义了，阳爻呢在上，止的象，停止的象。阳爻呢如果在中间，好，险，被人家陷害了，深陷的象。如果呢我们的阳爻在初，刚开始的时候，初爻的时候，动的象，啊，动的象，这个两个象是一样的哈，动的象。阴爻呢在上，啊，就是月的象。如果阴爻呢在中间的时候是中虚，就是立的象。如果阴爻呢再出，好，就是巽象，好，巽的象。好，这第一个慢慢诸位就看懂了。离卦，离中虚，好，离卦，阴爻在中，中虚卦有没有？阴爻在中间嘛。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是不是第二个是阴？所以离卦是什么样的？次女，第二个女儿，第二个阴嘛。这是一个，这是人间，在我们家里面。那自然界的象，我们老祖宗看到火的时候想到很多事情，像你看到火就是火了，就讲完了。老祖宗不是看到火的时候，哎呀，这个火呢外形呢，对不对？中间是空的，外明啊，外面很立啊，中虚。这就好像啊，大地啊，这个地本身是
这个后地坤的，在上面呢都有草木在上面，草木在上面就是地的力，就是它的外表。我人站在这边来，我穿的衣服在这个外面就是力，这是力的象，好、哦，力的象，力的象为什么叫阴在中间？你看不到，就是阴在里面你看不到，外面都已经包住了，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跟诸位讲，他穿的很漂亮，就代表他讲的话是对的，这两回事啊。哦，所以我们应该有时候常常电视新闻或媒体会访问一些人，一些看书的心得或对一些时事的看法，要找才智的人去看，就问。你问一个电影明星，他知道什么？你问一些漂亮的没有用的，怎么认为？那是外力而已，中间看不到。好、哦，这是离的相，离会火的相，中虚的相。那老祖宗看到这个离卦，说。啊，这个是火。如果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如果这火太大了，东西是烧焦了，所以太过凶。那如果太火太小了，又不急，所以我们要取中庸之道。中庸呢，不大不小，中庸之道，这个离呢，自然就会明。所以火本身是照明的象，我们在黑黑暗暗看不到，蜡烛点明。照明的象，即中虚有照明的象，好、哦，它就是告诉我们呢，中庸以火的性来说，要取中庸之道，所以后世才会提倡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只是来自一个离卦，好、哦，只是一个离卦而已，这是中虚，好、哦，那代表的是二女儿，好、哦，正卦。正卦呢，他讲二阴呢压到一个阳，初爻呢是阳爻，阳爻在初爻的时候主什么？动，动的象。上面两个阴压很紧，就好像你拿个气球，哎，皮球压得很紧，痛弹起来很高，好、哦，就好像你把狗逼急了，狗都会跳墙。所以初爻初阳在阳在初始的时候，动的力量最大。所以正呢，在自然界，它就叫做正为什么雷啊？好，中国过去的观念，雷是从地上面出来的，其实没有错啊、哦。地上的发阳往上走，好，然后在空中再打下来。那这个雷的力量，动的力量，声闻百里啊。当然现在要原子弹了，对不对？可是过去没有原子弹，听到个雷呢，砰，哇，当然听到雷了。好，这个雷的音，好很大，这是动的象。那什么时候这个雷代表雷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哦，我们呢不动，时机未到的时候不动，则已啊。时机到的时候动的时候要像雷一样动，要速度很快，而且震撼力要很强，要有震惊的，好、哦，哦，震惊啊，世俗的。好、哦，才有办法一炮而红。好、哦，所以不动则已，一动的话要像大雷一样。好、哦，速度很快。所以过去呢，我们所有揭竿而起，能够推翻一些朝代、自立为王的，都是一起来那个证明的，那个揭竿而起的那个民意有没有？想得很响，大家都人民都趋向于他，就是要像雷一样，迅速。哦，迅疾啊！啊，在雷的象呢，由于初爻第一个爻是阳，是初阳。家里面呢，一家里面第一个阳的代表什么？你的第一个家里面第一个阳就代表什么？长男，大儿子。好、哦，长男的象。巽卦，巽呢为风，为顺，为禄，这三个都是巽的意。好、哦，巽，巽在自然界呢，我们老祖宗看自然界的风在吹的时候，他把它定为巽卦。为什么？这个巽啊，在初爻的时候，
是阴，外面两个爻压他，初爻是阴，第一个女孩子，所以他巽卦代表的是什么？长女。好，风呢，里面是空的，底下是空的，再强的风都是空头的，他找不到源头。就算两个那么阳刚的风在外面是风，吹来也是没有用。所以风有时候强风，有时候弱风，但是风都是空的。那风是无风的性呢，巽的性呢，它是无孔不入，有间隙都钻进来了。哦，那是顺性。什么时候需要风？哦，如果你今天做生意，全世界40几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买你，你做生意你是卖领带的，全世界人都喜欢打你的领带，你就可以回家睡觉啊。巽为风啊，所以说在过去我们老祖宗看到这个巽的象的时候，就要想到我如何用什么方法让所有的风呢能吹到全我们的国家里面每一个角落，我们的政定，我们所有的政策要让每一个百姓都能够达到那个力量，达到那个地方去，就要有风的性。风的性就是什么呀？顺性。当你去做老百姓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接受嘛。所以做个君王要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恶而恶之。百姓喜欢什么，你也要跟着去喜欢什么；百姓讨厌什么，你要跟着去讨厌什么。千万不可以说我们要发扬固有文化，然后过年前要老百姓去听歌剧哦，懂不懂我意思？那是你喜欢的，你不能要求百姓喜欢，这是错误的地方。好，不可以。啊，如果你学了有诗，就不会做这种错误了。我就不喜欢听交响乐，看你看那个什么高音，那什么嘛？我喜欢看国剧啊，我喜欢看中国人的东西啊。好，知行要合一哦，做人要这样子。风的性，你如果不了解风的性，你不能顺应民心去做，你的政令绝对没有办法达到每个地方，大老百姓听过就走了，根本不理你，好，反而害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祖宗立上很多治则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风性的，就是要顺踩它的顺性才有办法。好，你不能逆民心而为之，不可以。坎卦，在自然界呢是水，在人间道呢是险。好，险卦，阳在中间呢是现，这个都是坎卦的意义，坎卦的物象。我们老祖宗很厉害啊，看那个水啊，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你们去看这个水，臭阴沟它也有，反正人类不愿意去的地方，它都在那边。最深的地方，他都陷，他都去。这是水的性，水的性。好，水的性呢是行险之道。怎么讲呢？你当个医生，刚好你是外科急救的，那个病患，那个从车上送过来，那个身上弄得脏兮兮、臭的，袜子脱下来都是臭的，那身上都是血，出车祸。你不能说因为他脚臭，你不去看他，那有些伤口都烂掉了，还在那边看。法医在那边，他就在，你都不愿意去做，他都愿意去做，他就是水的性，他在行险，知不知道？那为什么有人要做第一线的工作？啊，非洲没有地方要他要去，就是水的性。所以世界上最深的地方一定是水在的地方，你不愿意去的水都去了。所以第一线的让我们很佩服，他是行险之道。那《易经》里告诉我们。当你陷于险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脱身？如何脱身？那有很多种不同的险，在后面的主卦上面遇到水的卦，我们如何解？好，64卦里面有8个卦是属于险卦，我们如何去解困？这就是看它的时机在什么时候，看它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在光是坎卦里面来讲的时候，所有的险卦都是至诚啊，哦，至刚，哦，坚信你的诚意。坚信你的诚意一定能够脱险。今天有一个人，他非告你不可，恨得你要死，你第一天找他去谈，跟他说很抱歉啊，我跟你道歉，不行，你第二天起来每天就跟他谈，
他谈到后来，好吧，啊，要艰辛，要自刚，啊，一定会能够妥协，了解我意思吧？啊，这就是险道。那险道呢？为什么是险？你看一个羊啊，两个阴在包围它，这就是陷在阴的中间，就是险道。那初爻呢，是阴；二爻呢，是阳，对不对？第二爻是不是阳？那上面是阴，两个人我们就不要管他们，就取它中间一个。所以它二阳代表什么？次男。好，次男，二儿子，中男，《易经》上叫中男。好，就是家里面排行老二这个人。好，在人间叫次男，这是坎卦。艮卦，艮在自然界的艮卦的性呢，艮是在自然界的象是山，艮卦呢是子，而是大，这些呢，这是自然界的象。我们老祖宗看到山的时候，而定出来自然界的，自然界中就有山，山的性呢是子，而且是大。那艮呢？为什么是这样子？阳在外的时候，阳在三第三爻在外的时候是子，那两个阴在下面，阴本来就是这个阴啊，本来就是等于静，安静的静，啊，诸位顾名思义，阴阳学，阳就是怎么样动嘛，阴就是静，那那一面是静的，外面是子的，不是这个山的样子，有没有？山就停在那边不动，这是艮卦，艮为什么是子？我们看老祖宗看到山的时候，知道我们要止，叫进退之间要有道。很多人进退不知道啊，所以很多社会上现在很多人，我们过去现在教育失败，一直到现在教育大大的失败，就是我来找你，你是我朋友，你帮我，我是应该的，谁应该的？那是你认为应该的哦，叫进退要有道。大家不知道，只知道，所以已经老祖宗就看了这个山，停在那边。山为什么那么大？国破家亡，国家都改朝换代了，山阳明山还在哪里？那么山河都没有变了，老祖宗就看为什么山有这种性，我们要如何去效法山的性，再一看山的背后和山的前面，山前面看不到山背后，就晓得我们人啊，子啊，什么叫做子？子之道啊，甚于啊，目所不见。什么叫子之道？我们眼睛看到那边有个战士，我就想去偷。可是如果没有看到，那根本无所谓偷。那如果我看到，我当时没有，我根本当时不看到，那不是我的，看不到就没有，就会知道。好，就会知道。所以我非常赞成佛教的理论，他说无我、忘我。你要把自己忘了，你是谁？你认为自己太重要了，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太重要了，哎，我来找你，所以你应该要帮忙我。谁规定的？好，很多人都是无限量的要求别人帮我，从来不要求自己去做。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就是不知止啊，那人家回拒你的时候，你还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好，这种人现在社会上很多。好，所以我们帮忙人家，你愿意，只要你答应帮忙人家，那是愿意的。好，你根本不要要求人家的，这就是止。好，还有人打电话来。管你三七二十一，马上你就冲来了，也不问一下，这都是不知道进退之道，没有三，没有三的性，三的性多大？稳当当的坐在那边，好稳当。那有一天呢，我在到美国的飞机上面，我旁边坐个教授，这个人呢，他是我们中央医院的院士，我在看他看一本书啊。生与死的哲学啊，讲的，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会去讲我是谁。然后他到快到洛杉矶前个小时，我们就开始聊了。我看他看的书啊，就问他，我说你对这个易经有什么看法？好，他看我年这个年龄还没有什么，他就讲哦，易经啊。他说这个有一次我们院长问我，
哎，那个有人他问他易经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研究物理的，我没研究易经，对不对？你去研究易经看看心得，告诉我。他刚好就说，他说我对易经呢，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这就是平常心，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好，他是我们某一方面的学术界的权威，但他没有看易经，他说我就没有看易经呢，他只花了几天就看一下，可是我非常佩服他，他几天就看到神了。好，所以智人到了很高的阶段的时候，他不会被刑绑住。很多人都被刑绑，就是我就是专家，你要听我的，这就错了，你被刑绑到了。好，他就讲到三。好，我们易经有个卦，先可以先跟你讲地三千，三呢那么大，三是大，在地的下面，地在这边，三在下面了，叫谦卦，谦逊的谦呐。好，陆续会跟诸位，谦虚啊，这是三的性。山的再大都是从地下面出来的，所以山变得更大的时候，它还是要站在地下面。你有没有看过山在空中呢？那是你以为都不是对的啊。好，山都有根基，有地的，山都是依据在地的上面，所以山很大，所以要谦之道。好，这个谦如何谦和对人，也没有错啊，山就是大。那很多人去研究山的，研究的山，易经都把词，易经的词通通背下来了。好，然后你问他。卦的性他都讲不出来，好，三的性，这就是教我们这个卦就教我们知所进退。所以呢，自然界老天爷在分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节令他是按照走的。有一天他不按照节令来走，就是不知止了，不按照节令来走，节气就乱了，我们人就会生病。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他的政令在走的时候，如果它不合时宜的时候，马上要踢掉，政令通通踢掉，因为已经不合时宜，过时了，要换重新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叫止的卦，要停止。止的时机也代表说，过去以前不合一种，赶快要停止掉。当你用国家政令，如果不合于时令的法令政令在里面执行的时候，就好像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它不按照节气来走也是一样，好，人民就会生病。好，所以你看那个北极，它都是没有什么，它都是冬天。那个非洲都是夏天，热天。好，真的适合人住的四时的节令最好的地方。好，所以北极和非洲，你看那些怎么能住人呢？好，这就是止的意。好，这个三的意。好，这个我们要止的好处在哪里？所以不合时宜的，赶快要停止。这个止不代表我们要知所进退，人间要知所进退以外，要不合时宜，赶快要把它停掉。不对的东西，马上要停掉，要当机立断。好，这也是止的道。好，止的道，那要止的道，你要真的要去止的时候，好，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好，眼睛看不到东西，很多人呢，我要去改革，当我要去改革的时候，哎，糟糕，上面是我叔叔，我怎么改革？无力感，眼睛要看不到。上帝有说叔叔讲的话就对吗？上帝只说真理是对的。好，所以爸爸妈妈太太讲的话都不见得一定是对的，只要是对的话，你的儿子3岁小孩子讲的话都是对的。好，我们没有说是谁说的话一定是对的。好，所以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都错了。如果是都是无不是的父母，如假设我们的逻辑是这样子，好，假设你是对的，我们每一句话你讲下来，每一句话我们一定经过我们的公式，假设你是对的是经过验证看结果。那有一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假设你是对的，那为什么那么多父母那么多坐牢的？你去问问坐牢的，他都有父母啊。好，好，假设如果现在坐牢是全世界上坐牢的都没有父母，可以，懂不懂？不合时宜的话，我们不需要再好保留到，好，这就叫知所止。好，作为有什么疑问？好，卦性了解以后，下面介绍64个卦，速度很快哦。好，速度非常的快。好，外卦内卦我一加起来，马上就卦就出来了。然后你一下全部卦都记得，然后一个卦4个字来代表。好。那介绍卦的时候有卜筮，卜一件事情，有人间道。好，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我们要遇到这个时机怎么做？好，中间的变换通通在卦里面。还有上堂课讲的天文，下堂课讲地理。这里同时间生人，因为住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加减。所以天文地理我要一起讲。好，我们在介绍完易经八卦、先天卦那个乾兑离震巽坎跟我们各卦分类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在天和地中间有8种象，8个象叫做天泽火雷风水三地8个象。那我们老祖先呢，如果把8个象
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分了内外了以后，就进入人间了。所以我们人间的动向，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是从天而来的，所以这是天人叫这个天人合一的一种理论。所以说我们后面开始介绍易经卦几个卦都会重叠在一起，前面跟上一个卦分开来的，有没有？所以只有三个爻，等到出现六个爻的时候，就代表重叠，它进入人间，它可以解释每一个卦出来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好，那在我们在讲人间道和这个卜占卜筮啊之前呢，我们这个易经可以用在很多地方。那关于占卜的部分，因为它有一个工具，好，一个必要的手段，那我跟诸位介绍简介一下。我在这里，我们大部分我们是用的是金钱卦，好，金钱卦，好，那外面呢有很多，比如说米卦，哦，米卦，或者是这个有用叶子啊，或者怎么样，反正不管它用什么方法，基本上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好，从一些外向外面的一些机锋，外面的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然后我们看它是入哪个卦，然后可以事先知道很多的事情。那易经如果你只是把它用到占卜，就太小看它了。好，它占卜只是它一个部门，小部门而已。好，当然如果你能够懂得三一命卜像武术都懂的话，你再去弄占卜的话，哇，那真的是事倍好，事半功倍。好，那占卜的效果能解释出来的就更好更好。那包括在我们这里相门啊，我一再跟诸位讲，好，所以有的客户上来的时候，或者你的朋友，你要帮卜之前，先观色，观他的气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卜卦，再来做加减。好，那我们的占卜的过程中间呢，我们用占解释的过程，我们完全用图来解释的，而不是立文字来解释的。好，诸位看图，好，所有事情发生呢，就在那个图上面。好，那这里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教诸位我们如何卜金钱卦。好，金钱卦，那外面的卜卦的时候，他聚了很多的过去老祖宗立了很多的形上面的仪式，好，形上面的仪式。什么叫形上面的仪式？比如说，你看到很多书上写的，家里面辟一个净室，这个房间完全没有，就是一个书房，很安静的，没有人住在里面的。然后里面点香，然后沐浴更衣以后，然后坐在那边打坐以后再卜卦。好，诸位呢，我们个人呢认为形不重要，我们重在心。心要怎么样？诚，心诚，你甩出来的卦非常的准。你把它拿来玩，千万记得哈，卜卦的时候是问鬼神，不要随便弄它。我个人呢，一天卜卦的时候，我不超过三个，好，不超过三个。那看决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用到卜筮。卜筮的时机呢？它的时机，卜筮的在什么时候需要卜？卜呢，只是一个功能，断事用的，决定这件事情断事用的。好，所以我们是卜以决宜。啊，不宜呢，合卜。如果没有疑虑的时候，不用去卜它。好，占卜。因为下面我们开始的课呢，我们讲易经的时候，好，人间道，好，这个卜筮啊，通常会介绍，一起介绍在里面。所以在学之前呢，诸位要先把这卜筮的雕刻的方式跟诸位讲。一般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好，诸位第一个心要诚，第二个诸位准备一个竹筒，好，竹筒，一个自己去弄个竹筒也可以，到外面去买一个也可以。好，里面呢，一般来说我用铜板放在里面。那过去有人用古钱，好，那种制钱什么都没有关系，就用铜板，因为我用了这用了多少年，那几乎是非常的精准。好，那我们来设定的时候，一般人头面的部分，好，是阳，这个五块钱的后面是阴，数字的部分是阴，所以一个铜板就分阴阳。那我们准备六个铜板，好，六个铜板再做六个铜板。那在摇的时候呢，我们放在桶子里面摇，好，上下这样摇，那千万不要这样摇，你这样摇钱都飞出去了。好，那有的女孩子比较粗鲁，一撒钱也这样飞出去，都有各种状况，我们看过。
摇的话差不多平均要摇五下六下以上，因为我们摇撒是六个克在动，六个铜板在动。补完撒完以后哈，如果用顺序，比如说这样子，它顺序不好，这个话就作废。好，你不要去看它，根本不要去管它重来过。我们补出来卦哈，最好是这样一排，有没有一排？看到一排，一排补的时候，我们是上面是上，这个是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由下往上看，就是排出来就是你的卦。你高兴由上往下看，那边你这个查卦爻的时候也是由查书的时候也是由上往下看，懂不懂我意思？就怕你这边由上往下看，查书的时候由下往上看，都卦刚好反过来，平行对上你。我刚刚讲的话，有的人如果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就把它忘掉。你每次为这个规则为行的，然后一定会弄错。就好像我给你一块玉，说这个一百万，你就打破了；给你十块钱，你不会破。好，反正就是，好，从下往上，直接走。好，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你看到第一个是，比如说现在第一个是人头，人头的话就是阳，后面五块钱就是阴，叫阳阴阴，有没有？阳阳阴，看到没有？六个爻就出来了。好，这是分开两边，用铜板这样子撒，诸位看懂了哈？这种普世。好，起课的时候，我们这有个专有名词，它叫做起课。好，起一个课。那过去我们古人起课的时候非常的慎重，好，非常的慎重，不会乱起课。好，第一个是有必要的时机，第二个是一定是心存心无杂念的起课，千万不要玩哦。我曾经啊有个经验啊，在教卜筮之前要跟诸位讲，我们一个朋友就是很不知进退，哦，不知进退。那晚上呢？晚上深更半夜在那边补啊，他来我这边喝茶，就在补，结果都很准啊。然后他还补了第三个，我说不要补了，玩拿这个不要玩嘛。他说不行，我说没关系的，哎，这个我们玩啊。那个晚上两点多，你知道他问什么？他问说，我们周围还有什么人？挂就一丢，六个盘头盘是反面的，阴的。然后他赶快夹尾巴逃走了。那我呢？啊、哦，我一个人在这边呢、啊。你看看那个混蛋，对不对？然后他下，从此以后不要他补，不给他。你在玩，你在搞什么吧？不可以啊、哦，就是尊重他。好、哦，要尊重他，不可以这样做，这都是大过失哈、哦。所以不知进退的人，我可以跟诸位讲，不知进退的人最好不要做朋友，你的负担很累。好、哦，交朋友还变成很多负担。好、哦，晚上睡觉还不爱你。好、哦。